这件事情是在侵犯着香港人自己的权利和全体中国人的权利。民主不是暴力，不是恐怖主义，不要有任何再过激的行为了。确实我们爱中国，我们爱香港。嗓子哑了，我们还是在喊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对，奶奶您说的对，团结就是力量。我穿过荒凉，跨过悲愤的河流，到非死走绝望的高墙，不再低着头，任何灾难都无法摧毁我的意志，那是五千年文明所历练出的气质。从虎门销烟到签订南京条约，再到九七香港回归政权的交接，中国早已不再是1842年的样子，没有帝国的繁荣稳定，哪来的粮食？上有天路，上有天空，不断书写新篇章，仍然肩负着先锋们和平的愿望，只有真的强者才懂得理性和谦让，唯独血腥能使人本能的泪湿眼光。爱不是口号，而是真理，尽管充满争议，幸福靠维护和珍惜，相信正义总会胜利，走遍天涯海角，一身正气回归正气，我可以自豪地站起，当国旗跳上升起。